好啦，咁呢个咧就系 lower basic cost probability 入边第39版。咁呢个题目就讲啲咩？就系讲如果佢成功嘅机会率咧系 fail 嘅机会率嘅四倍嘅话咧，咁啊点样计咧？咁呢类型咁嘅题目，其实我哋会点做咧？成功失败加埋一定要系乜嘢 ？probability of 成功加 probability of 失败，咁都系个射十二码，一系入，一系唔入嘅啫，同唔同意先？系啦，咁所以咧，一系成功。一系失败嘅啫，加埋个 B 就一定会系一。点解啊？又成功和失败咁啫咩啊？即系冇所谓啦，即系你成功得失败得嘅啫咩啊？即系我唔使理你咯，啱唔啱先？咁所以咧咩？一咁即系老逢系噶啦。咁所以加埋就一定会系一。咁所以嘅话咧，成功嘅机会咧就系咩啊？四 X， 失败嘅机会咧咩啊 ？X。咁所以加埋系咩啊？五 X。O 唔 OK？ 有问题。咁所以五 X 一嘅话 ，X 就会等于0.2。咁所以我哋发觉哦，原来系咁，所以失败机会咧几多？0.2，成功机会咧几多？0.8，四 x 啊嘛 ，O 唔 OK？ 有问题完。咁咧呢度咧就除咗教你头先 algebra 嘅方法计数之外咧，系啦，仲要教你画饼仔嘅，啱唔啱？将个饼仔剁开，系啦，跟住一边系 x， 一边系四 x， 计数啫嘛，加埋都系一。系啦，咁所以呢个就图像化，点样用个饼仔理论咧去计呢类型嘅 probability？ 咁呢啲我哋发觉将所有可能性加埋晒个 probability 一嘅话咧，呢度有个名字要教你嘅，这个我哋叫做 total probability， 即系所有可能性加晒佢，个结果一定系咩啊？一。100%。哦，冇嘅，写翻低 remark 先。